第三呢，人不欺负。这个业因果报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。我不欺负人，就不会有别人欺负我。我不欺负人，还有别人欺负我，那是过去生中造的恶业。决定不可以说我行善，为什么还有这么不好的遭遇？这是什么小业障啊？你的业障爆掉了啊！业障消了之后，你的善果一定就现前啊！所以决定要有信心，这十种可保性法了啊！要有信心啊！对于圣教啊，决定没有疑惑啊！一个人心善，前面佛给我们说的总纲领啊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决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山神保佑啊！纵然遇到苦难，苦难不重要。也不必害怕啊！遇到这个灾难现前，自己深深相信佛菩萨在照顾啊，这只是消业障而已啊，过去今生所造的业障啊，在这个地方都爆掉了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啊！如果有这个念头现前呢？不但业障消不了，还要增加，还在增长。